Yo, what up? It's Razor Pop La. Our personality. Yeah. Because I think the good thing about us is we are the same. Like down the stage or on the stage. Like we are the same for the past 3 years. I'm happy that we still keep our own true personality. That's because we love the job. That's why we are doing it like happily, and we are willing to learn every day. Yeah, and we will keep learning every day. That's my favorite. Yeah. Besides personality, I think the curiosity is more also important. Because sometimes when people went to another level, they will be satisfied about their. Like, yeah, always willing to learn. Yeah, always willing to learn is very important. We always treat ourselves like we are first day in this entertainment. We're freshman, rooki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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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是不是？我也想说啊，双屏这样子有点转不过来。我差一点说 we are family 了，我。留你。是有点，所以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哎，等一下，等一下包袱的感觉。公司人在旁边在打 pass， 对不起，不好意思，不能回答。现在画圈圈，下一题。喂，假如拍戏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子，不会因为要什么耍帅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这种东西不会说刻意，就是要说，哎，我为了我没有偶像包袱，然后我现在去证明给你看，我要去做什么鬼脸。所以，对我们是想做个鬼脸，没有什么吗？没有，我是说我们是比较。啊，注重在工作上，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做什么，我们不会说因为怕丑我们不去做这样子，对吧？他一直吃都不顾形象了，还不是没有偶像包袱？时间到了就说，哎，放饭喽，东西嘞，不好吃，看时间了。哎，吴尊，自动会反。吴尊，你有没有想过，你进到飞轮海之后，本来在文莱只是爱吃是文莱知道而已，一进来飞轮海是爱吃是全亚洲知道，全亚洲知道就被陈亦儒这个人宣传到一个。对啊，我很早了，讲出来的。是他做出来的。我常常帮你挡，还说绯闻，好吧？他小孩是我的啦，好不好？那两个拿着他的护照是障眼法，好不好？护照里面夹的是我的护照，好不好？这样可以吗？我们的家务事，我们回家再说。家丑不可外扬。自己 cue 自己啊，没办法啊。不好意思啊，回答一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害得我昨天马来西亚场都没有亲朋好友赶来了，好不好？没有，其实是因为比较远一点，不是不敢。上海还是会有人来啊。其实我觉得公司也说，因为我跟公司讲说，哎，那真的只是好朋友，公司就好奇问一下，然后后来公司就说啊，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有新闻就是好玩嘛。其实过一阵子大家就一笑置之啊。那我觉得，哇，他们一直追到底。我觉得真的没关系，因为我上海场已经现在大概又有10个朋友要去，而且真的就是有男有女。那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我不会因为人家去写，然后我就啊，我以后不敢跟异性朋友出去，不敢跟异性朋友吃饭看电影。其实我不会，我都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心态正常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怕。真的，对啊，其实有时候要说一些就是帮我们讲一下公道话嘛，因为其实我们交朋友已经很难了，但好不容易有朋友，你们应该祝福我们啊，不管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是好朋友或者坏朋友，其实我觉得交朋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喊好朋友。 Yo, what up? It's Razor Pop 啦。